有吗？有人玩过吗？我刚有小玩了一下，但我觉得有点难啊，都要一直解谜。我好像不是解谜游戏的高手。六月第一天就好玩游戏，太好了！六月的第一天，前天才刚出的这个 Distant Shot， 这个是重制版了、啊，大家可以先看我玩啊。如果想玩的人也可以下载。然后有人说小时候玩过啊，他1994年就推出了第一人称的角色扮演游戏，然后现在推出了重制版。如果你小时候玩过的人，现在可以再下载来给他玩起来。然后他你看他有什么战斗啊、任务、网路跟谜题，就是有些是要解谜的。然后他这个一二三应该是难度的分级啦。我通常都选，我应该是选一就好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。他这个也是走一些未来路线。我光是看到游戏画面就湿了，没有问题。骇客啊，是在什么 C 加加？谁来了？它只是一个宗旨。撒旦系统，撒旦要来喽！这画面很像以前的电脑，以前小时候的电脑 CPU 什么 STF3007，28.1GHz， 这么强哦！我的电脑超个5G 就受不了，它可以到28点。眼镜用来玩游戏，记得不要拿太多垃圾。是啥？棒子。七道棒子。We got someone. Employee 2-4601. I'm Rebecca Lansing, a counter-terrorism consultant by Optima. Here's the situation.生命值，这个嘛的，躺进去，睡喽，补血的，耶嘿，补血。干嘛？干嘛？敲敲，没有被敲过。你还在？来呀！妈的！哎，机器人也有东西啊！看一下这是汽水，喝汽水凉帽。那这又是干嘛？充电，充电呢？狗洞，刚才这个人长得太可怕了吧？靠背，我哪受得了？新密码。被锁住了，谁啊？我说我们，喂喂，什么声音？敲敲，直接敲破密码，451。先去别的地方看看，是什么东西？超恶心！敲破你的头！虾小！比特币耶，好爽哦！赚到比特币！
叫什么？各种门禁卡。网路。这什么？这要做什么？屏障已失效。靠腰一撞到。解谜吗？哎呦呀！被丢回来。变形金刚哦，这应该就是要找这个红色的起点吧？这里吗？感谢有个人家刚防护了你保护我的电脑，小 case 啦。就是说我这个防毒应该不错啦，这些病毒全部有杀光了。啊哈哈！我就知道。就暴揍啊！那个不会电的，然后我们还要把它打掉。这很像密卡登，那个变形金刚，这里吗？溜喽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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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回去了。耶！好像是解谜的神啊，应该要给奖励吧？没奖励，没奖励好歹要给我拍拍手吧。枪，我拿枪了吗？9mm 子弹，这也是有子弹的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是外星人都有吃的啊？外星人也要吃饭哦。这里刚来过。一发，谁？没事啊，吓到而已。大惊小怪的，这啥？碰一下会怎么样？碰不得。刚刚那个电流解谜不玩玩吗？好，等一下我去玩。电梯停用。这两个是不能动的，其他都是可以动的。这个不会亮，那就这个坏喽。哎，这门我打开了，应该可以搭他的电梯了吧？撒旦姐的电梯，耶，搭电梯。哎，这么硬啊！Play this right, we
I prefer a quiet station. Thank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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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舒服咯，玩到第二关嘞，两个小时，刚好十点啦、啊。那我就不多剧透了。各位如果有想玩的，可以先下载来玩，我就不再多剧透了，免得玩太多大家就不用玩了。大家可以赶快来下载这个 Sixteen Shock， 这叫网路骑兵，可以用我的连结载。那我们这个网路骑兵 Sixteen Shock 就先介绍到这边了。这个好玩游戏，天天玩。